诸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顶一集啊，咱讲到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经啊，这个三皈总共一句，佛是觉理不迷，法是经理不暇，经是经理不量。佛法就是修这个物件。那么咱现在会问啊，那么什么标准才叫讲呢？啊，我什么时阵才真正讲悟呢？问题就来了。觉、精、精这三字要互相解释，啊，互相爱解释，啊，这三项啊。是一体啊，你袂使甲分作三种啊。你什么时候讲呢？你心静、心清净就讲了啊。什么时候我心静呢？啊，你心清净、心讲悟的静。什么时候我心清净呢？你讲悟了，心静了。就清净了啊！这个三宝啊，是一理三，三理一啊。换一句话讲，觉清净这三理啊，你只要得到一个啊，其他两个就拢得到了啊。因此，在修学方法上啊，古代的啊，未三个。到底修啦，修一个啊，一个修成功了啊，三个都拢成功了啊。好亲像咱这个讲堂啊，啊，有一间厝啊，有三个门，那么三个门啊，都譬如甲正正啊，有三个门。啊，无论为倒一个门入来，拢同款。啊，入来甲内面啊，拢同款。你全部拢得到。在中国大乘八宗派内面，禅宗、性宗、行觉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宗门是从觉门入来。除了禅宗之外，那么拢是教下啊，偏重在经典上的修学啊，像天台显秀啊、三轮法相啊，这啊拢是重视经典的啊。那么这叫正文啊，用经典来修正咱的知见。啊，咱们来知影家己的思想见解有错误呢？提佛经的标准来对照啊，我的想法、看法，甲经常讲的同款啊。那安尼，咱的知见都是正确的。如果想法、看法甲经常讲的无同款，咱一定是错误啊。爱根据经典修正过来，所以教下行正文。教文啊，爱天赋啊，上根立地的人会使啊，中下根性的人啊，都无分啊。你去参禅参一世人也袂开悟啊，所以中下根性无分。教下的方法，中下根性的人拢有分啊。伊好亲像咱爬楼梯共款，一级一级的升起啊，爬一级升一层。啊，但是这个路啊有较长啊，像读书同款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爱真长的时间啊。这个禅宗啊，觉文快速啊，是顿敲顿文
到下是渐闻，渐渐往上修。如果这两个门拢未当入去，觉闻，咱程度无够，业障太重，行到下时间太长，咱寿命太短，要安怎呢？也过一个静闻可以行。净土宗甲密宗是行静闻，静闻修清净心。啊，实在讲啊，这三个门修清净心比较较容易，在清净心上下功夫，心清净了，第一件自然就静，自然就觉悟，就开悟了。啊，所以三皈依。就变成大乘所有宗派啊，这个入道的三个门啊，这个一定要知影，行这个门对应的了啊，对成功啊，唔免呢禅静相修啊，或者呢禅静密三修啊，讲起来真好听。行不下去，啊，你若不相信，啊，咱这骨堂啊，两个门、三个门，啊，你要按怎同时行入来？啊，一定啊，是为一个门入来，啊，双修到最后也是下掉一个门，啊，或者三修到尾啊呢，也是为一个门入来，啊，三个斗阵修，啊，修到尾啊呢。你还是要 下去两个，啊，为一个门进入来，安尼才会成就。啊，你若唔肯放弃，啊，就决定袂当入来，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三规咱一定要悟清楚，修修三规。啊，法师是代表僧团，啊，甲佛法修学的总纲领传授予你。啊，就是总原则。啊，从今之后，在佛菩萨面前发愿，我一生啊，遵守这个方针。啊，遵守这个方向，我认真来修学。啊，这才真正修三规。啊，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啊，把这个世俗念几遍啊，你就皈依了。啊，这都不是真的啊。啊，假如啊，无真正遵守这个目标方向去修学，那么三皈依啊，啊是欺骗自己，啊欺骗大众，啊又搁欺骗佛菩萨，这个未使无清楚，啊所以修三皈不如法，就是做罪业，啊变成大妄语。三宝是自性三宝，非常重要。自性三宝外面有主持三宝，啊，主持三宝咱要尊敬，为什么呢？因为无主持三宝，啊，佛法都袂当常住在世间。啊，这个主持三宝，咱头前有大概讲过，啊，咱看到佛像，啊，泥塑。啊，是木雕，啊是铜铸的，啊是画，拢好。啊，法是经典，啊，即马佫包括呢有钢筋的啊，即、這个录影带、VCD、录音带，啊，这属于法。经啊，出家人，那么这都是主持三宝。啊，那么无主持三宝，佛法都袂当常住在世间。啊，佛法无法度弘扬。啊，佛法啊，爱靠主持三宝来弘扬。啊，所以佛法弘扬、佛法成传，需要主持三宝。咱对主持三宝爱尊敬、爱护持。佛灭度无在世间咯。主持的佛宝就是佛像，啊，咱前面啊，咱一般啊，看到
啊，这佛像啊，有金属做的，啊，有木雕的，啊，或者泥塑的、彩绘的，啊，咱记着佛菩萨形象，爱甲伊看作真正佛菩萨，伊，啊，以这款的恭敬心，啊，来对佛像，啊，见着佛像，已经受过三皈依的人，立刻都要联想到，啊，我爱皈依。所以挂佛像好处真大，一见到佛像，啊，就想到我曾经在佛前，啊，发个愿，啊，我要觉离不灭，马上就提醒。啊，所以主持三宝最大的德用，是时时刻刻提醒啦。法宝是经典，无论是什么经典。啊！一看到经典，啊，都想到我已经皈依了啊！我爱自性净啊！我皈依净。见到出家人啊，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啊，你也唔免去想，伊是持戒破戒，这是好的出家人还是歹的出家人啊？你安尼想，就是打妄想，多罪过啊！一见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马上想到、啊、我要修六根清净，一点不了。啊，以这个形象啊，是来提醒我的，啊，伊是来提示的，伊就是我的显地性。啊，咱来用这种心态来看主持三宝，应付主持三宝，啊，咱供养主持三宝。那么供养就是家内定食啊，家内有佛像、有经典、有菩萨像啊，菩萨是经啊，菩萨经啊啊，咱供养西方三圣啊，那么厝内底有一本弥陀经啊，这就三宝其中啊，你每天啊看到这个，都要想着我已经发愿了啊，我要学佛啊，我要修觉净经。啊，这是咱对来主持三宝的态度。万万不可以讲啊，我皈依这个法师啊，这个法师是我皈依的师父啊，迄个都唔是。啊，我对台湾的皈依师较好一点啊，迄个呢，唔是我的皈依师，我就不会插伊。啊，那么这就叫皈依迷啦。啊，唔是皈依觉。啊，这个思想是下低下见，是误念，无清净。啊，所以呢，你皈依的是迷邪念，啊，你无皈依觉清净，啊，还佫惊家己迷邪念无够深，啊，要佫再加深一点吧。啊，所以后来果报，啊，唔是到极乐世界，啊，是到阿鼻地狱。家师在传授三皈啊，拢甲大家讲明白、讲清楚了啊。那么你若要阁想错，责任啊是家己爱负责。家师话讲清楚了啊，你是皈依三宝啊，唔是皈我个人啊。我只是甲佛法修学纲领、方针传授予你啊，你应该依照这个修学接着。所以动手一定要将这个代志啊，目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三皈依啊，造成现代社会上大众的误会，不是在今日啊，历来已久啊，啊，就讲这已经真久啊，啊，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咱看到五戒上经签要啊，那么这个经本啊，啊现在啊也拢有印出来流通啊。过去我也伫华藏图书馆也捌印过啊。那么这本啊是近代啊，咱六宗的大德弘一大师编的。弘一大师对于戒律真有研究。
啊，伊内面所引用的大概拢是五岳大师的话。啊，五岳大师是明朝末年的人，啊，对于戒律也下了真大的苦心，所以当时呢，人也称伊做律师，伊对戒律真有研究。伊在三规内面就讲得真清楚，啊，可见的在迄个时候，距离咱即马将近五百年，啊，大家受三规的观念拢错误了，啊，以为皈依某一个师父，唔是皈依三宝，啊，拢误错了，啊，所以伊在经内面甲咱纠正。啊，那么到了近代啊，咱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非常慈悲，啊，也特别甲咱提起啊，在上海护国实在发挥法语开始里面啊，最后一天讲传授三规五戒，伊讲得清清楚楚啊，伊讲我甲大家修三规。啊，我是僧团的代表，啊，并不是归我某一个人，啊，真可惜，现在有真侪版本呢，把祖师这段话删掉了，那、啊、唔知是虾米人删的，啊，如果咱找到原本，啊，原本上有，啊，香港曾经印过一处，啊，是照原本印，啊，迄、那个。原本后面有这段话、啊、那么在台湾呢，有几啊种版本呢，这段被删掉去，所以咱以后引啊，啊这段要搁个恢复原状啊，这是真正先知识啊，讲三规啊，讲得清清楚楚，啊你传授三规啊，都真像恁入洞同款。由资深的党员来监视，甲你做证明啊，唔是归我个人啊，一定要清楚啊。如果这个观念错了，罪过真大啊。什么罪过呢？破坏合经啊，破坏经团的制度啊，这不得了啊。所以这个罪过对阿鼻地啊，啊，这个经典啊。讲到这，受持三规啊，特别把这一点重要的意思介绍给大家。出家人甲在家人传授三规，爱清楚，爱明了。我是做证明的啊，我发了诸位同修的皈依证啊，后面注明是三规证明而下来啊，而下来啊，就是咱。普通讲的老师啊，是一个艺术啊。那么家师印这个规章啊，后面拢是啊印安的啊。那么这叫符合啊，这个三规的本意。那么三规过来呢啊，也是依足众戒不犯威仪。那么咱头前讲过了。三规是建立在第一学啊，孝亲尊师诸心实现的基础上啊。那么这个第一学基础啊，那么修三规啊也都空。那么戒律威仪啊，是建立在三规一的基础上，戒是戒律。戒律范围包括真多，唔那释迦牟尼佛甲咱制定的戒律，咱来明了，爱遵守。现在世间法内面啊，佛无讲到，这个意思也拢圆满包括了。啊，像国家的宪法、法律爱遵守，社会道德、风俗习惯爱遵守。啊，这。全部拢在戒律的范围之内。换一句话讲，持戒就是修法，
爱培养守法的观念，爱认真去做到，不犯威仪啊！威仪就是咱今日所讲的风度、礼节、礼貌这一类的啊。当然，礼节古今中外拢无共款，但是现代人爱遵守现代人的礼节啊。咱互相往来是现代人，唔是古早人，这一点爱清楚明了啊，才知影什么是不犯威仪。啊，那么第二福啊，咱简单啊介绍到这啊，这啊详细解说啊，当然啦、啊，这是篇幅真长啊，啊，所以这个有关戒律方面呢，啊，这必须爱另外一个专题啊来介绍啊，等我看下面这经本啊，一百空里呀，尾啊算来第四行为。最后一句看起，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托相大乘，劝进行者。那么这是三福最后的一条。在这部经里面最重要的两段，那么也是咱修学净土最得力的两段，三福是第一段。后因上品往生中是第二个段落，那么这两段经文对咱非常有路用啊！学佛，尤其是修习净宗啊，咱的目的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像阿弥陀佛同款，将来在十方法界接引众生。啊，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业。可是要安怎样才会当往生呢？经论上甲咱讲得真明白、真清楚。特别是《无量寿经》啊，佛在这部经里面甲咱的开示，是非常重要的纲领。啊，像这段经文就是啊。佛法无论修学多一个法门，无论是多一个宗派，啊，拢爱以这三条为基础。啊，所以前面甲诸位讲三规，啊，三规是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础上。啊，那么起三层楼，啊，第二层一定是起在第一层顶面。啊，无可能讲无第一层，那么你就直接去第二层。由此可知，啊，通常讲修持三规，啊，贵人真正修持，啊，原来修持三规的资格，修持三规的条件是孝亲尊师，慈悲修习善业，啊，无这个基础，你来修持三规是形式，啊，是一个。模样啦，并无真正接受。世界又建立在三规的基础上。第二福是修持三规，积聚众戒。啊，无三规都无戒啦，啊，都不是戒啦。啊，可见的修戒是以三规依为基础。啊，那么若无三皈依呢？啊，迄、那个戒呢，也是甲头前第一福啊，属于十善的范围，是属于善啊，唔是佛作戒啊。戒一定是建立在三皈依，那么这才叫戒啊。啊，所以无三皈呢，都无戒。现在在台湾团戒风气真盛啊，一年啊有几啊处，过去轮流啊，中国佛教会啊做安排，
啊，这个戏院啊轮流啊，一年传一出啊。那么即马呢开放啊，啊，所以讲一年当中啦、啊，有当时啊呢两三位的道场啊传授这个戒。嘛，可是你该知影，修戒是建立在三规的基础上啊。三规又是建立在第一佛的基础上啊。这是咱修学啊，一个次第啊，未使颠倒。今日啊，咱讲的是第三佛啊。三佛是大乘菩萨，大乘菩萨。要建立在三规持戒基础上，第一句叫做发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咱一定要清楚。菩提是梵语音译过来，伊的意思是感悟。换一句话讲，菩提心就是一个感悟的心。注意要知影，安怎样才叫感悟呢？用咱真浅显。通俗的话来讲，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多少要明白一寡，明白就感悟了。为什么无明白呢？无明白是迷，迷在哪里？迷在世间名利之中，迷在名闻利欲、五欲六尘内面。注意想想。迷得愈深的人，就明利。所谓利欲熏心，把伦常道德拢下去掉了。啊，三规五戒更加无必要讲。啊，伊要哪会当听得入去呢？啊，这就叫无菩提心。实在讲，菩提心是我的真心，啊，是咱的本性。本来就有，因为你未识得太久了。现在佛爱咱发菩提心，所以爱认真依照圣贤人的教训来修学，逐渐逐渐对于事实真相明白，感悟的心愿，才当真正发得起来。在佛法里面。菩提心功德最具体，就是四弘誓愿。啊，现在俗语讲如实啦，发菩提心要如实，在行为上，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具体说明菩提心的心相，菩提心的模样啊。所以呢，发菩提心嘛，具体就是四弘誓愿。啊，那无四弘誓愿呢？咱讲菩提心呢，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是生做什么款？安怎样才叫菩提心？要安那做法？这就真空洞。有了四弘誓愿，那么就真具体。四弘誓愿第一条。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日度呢，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帮助伊众生无量无边啊。咱来用清净心去帮助伊，清净心就是无代价、无讲究报酬的啊。如果咱帮助别人需要报酬的话，报酬就是讲爱报答啦。求别人的回报，心就无清净，无求报酬，伊拢无报答我，我也真乐意去帮助伊，就是无条件帮助伊。第二，用平等心去帮助伊，世间人有好歹，这个人我欢喜，迄个呢我看到讨厌。这个欢喜的人，我就愿意帮助伊。讨厌的呢，伊来求我，我嘛袂帮助伊。那么这都不是菩提心啦。菩提心是以清净平等、
大慈大悲普遍的帮助一切众生。众生需要多一种帮助，咱就乐意尽心尽力去帮助伊。佛法内面功德也较圆满，也较究竟，究竟圆满彻底帮助伊，是要帮助伊成佛。为什么呢？伊若无成佛，也需要别人帮助。顶觉菩萨也需要佛帮助伊，成了佛啊，无需要别人帮助，伊全心全力会当去帮助别人咯。爱发这个心啊，帮助人啊，帮助伊个成佛啊。那么最具体呢啊，咱那读过《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有很多学佛的同修都读得很熟。地藏菩萨他发愿，地界未空誓不成佛，所有的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那么发这个愿，就是发愿要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成佛。不是说帮助众生得人天福报，帮助众生证一个阿罗汉果，严格的果位证得菩萨的果位，不是是要帮助伊个成佛这个心量多伟大这就是真正菩提心。咱想要求生净土，无这个心量，以阿弥陀佛的心量就不相同。不但以阿弥陀佛的心量无同款，以所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量也无同款。因为凡是得生净土的人，伊的心量甲阿弥陀佛拢同款。咱的心量甲阿弥陀佛无同款，本来当去呢？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你若要问原因何在？你甲这个三福十一句。仔细去念几遍，你就明白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看到别人不能往生，回头转来最重要是看自己敢有把握往生。这件代志唔免问别人，问自己。自己的心愿戒行，甲经常所讲的对照一下，比较一下。咱虽然未当百分之百做到，你真正会当做到两成，20%就能往生。那会怎样呢？家属讲九品，甲佛即大家讲的有无同？甲祖师讲也无同。那么伊的讲法是根据无量寿经讲的，那么这个讲法呢，也是有一番的道理。那么家师伊讲假如呢，咱甲无量寿经内面的教训方法就讲一部无量寿经佛在这部经内面的教训方法，100%拢做到了。那么是上品上生，上品往生。如果呢，将无量寿经的教训方法，会当做到90%，那么这是上品中生，上中品往生。会当做到80%，是上品下生。那么总共分九品有九品那么做到70%中品上升做到60%中品中升做到50%中品下升做到40%那么这下品上升
做到30%下品中生，做到20%下品下生。所以下品下生是20%。起码这个无量寿经所说的这个教诲方法，最少也都要做到20%。如果20%都做不到，那这就没把握了。只是咱也是种一点啊善根，还阁等到来生来世有缘有缘啊，阁遇到净土迄阵才阁修才求往生，此生无希望。咱知影20%是最低的标准，咱是总是希望把这个标准往上提升。如往上提升，往生就如有把握。提升是要真正去做到。咱真正明白了，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绝大多数拢有六道，六道众生苦难的状况，甲咱这个世界真相似。首先要知影，咱无愿意受这苦难。一切众生当然也拢无愿意。咱今日找到一条门路，可以离苦得乐，非常庆幸，无比的欢喜。除了自己认真努力修学之外，咱来尽一切力量，把这一条门路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大众，这就是发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咱来认真努力去做，不脱离苦难，从多一个地方脱去那么这就是第二愿了你第一愿发了这个度众生的愿具体要安那去落实了，为多做起呢？就是将断烦恼脱去啊！净土中待业往生也无例外这点注意要特别的记如果你错会了意思，那么你会把这一处无比殊胜的因缘错过了，那是非常可惜。待业往生。只待故业，不待善业。过去所做恶业无法度，这是可以带走的。千万袂使存一个侥幸的心理。这个可以带业往生。我现在加做一寡罪业无关系。将来也是可以往生。那存这个念头就错了。是。待故业不待善业，什么是故业呢？以前无遇到这个法门，以前所做的无把这个法门悟清楚、悟明白，以前所做的这拢是故业现在这个法门悟清楚、悟明白了你搁再做都讲未起讲未过了。不可以了。以前虽然学佛学了真侪年，唔知影学佛爱从孝亲尊师做起，往往呢，把这个修习善业、三规五戒疏忽了。那么咱这一处明白了，为今日起，等个厝都爱孝顺父母。都要尊敬师长以前凡是教过你的老师对伊拢袂使袂记过年过节敢有寄一粒贺年片去问候一下这重要那么这也是做给社会上的人看孝亲尊师具体一种表现
这就是三福里面的第二福啊，确实是安尼啊。如果大的距离近啊，这个老师啊，住无外远，应当去看看啊。住得远，而且无时间的话呢啊，那么过年过节一定要去甲问候一下，这才是学佛啊。每一个学佛的人，拢是这款的态度啊，咱对于社会安定和谐都真大的帮助。真正是以方以俗啊，不但修学佛法，对于现前社会也是真大的安定力量，未使疏忽。咱对于三规是不是真正明白了啊？一感觉暗利落时中，我念念无去个未记啊，咱来修觉精进，这才是真三规。甲觉精进未记个了。也是迷邪念颠倒错误了，迷邪念达刚精进，这是下气佛法了，大错特错啊！安尼不能往生，因为净宗是大乘法啊，高德功德好，不但是大乘，是大乘当中的大乘啊。佛在《法华经》上讲。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这个法门是一乘当中的一乘，殊胜到了极处。伊的基础当然比一切法门爱来得坚实。啊，咱若是无这款坚固的基础，要哪会成就呢？啊，那么咱把这部经完全读完。啊，读完了，内面有真侪疑问疑惑，啊，自然拢会当得到正确的答案。啊，这是菩提心。啊，第一个，咱都爱知影帮助别人。啊，第二个呢，爱知影家己一定爱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啊，你要帮助别人，家己烦恼无断，要安怎帮助别人呢？啊，所以呢，爱为家己的烦恼去断啊，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这点爱知影。佛虽然讲经说法49年，所说的内容包罗万象啊，该归纳起来不外乎戒定慧三学啊，可以讲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门。归纳起来，拢归到这三大类。戒的作用是防非止故，啊，防止咱做唔对，啊，禁止咱做恶业，啊，这是戒作用。啊，那么定是帮助咱断烦恼。啊，因此只要是佛法，啊，不管多一个宗派，不管显教、密教、大乘、小乘，拢爱修定啊。为什么？爱断烦恼。啊，这心未定，啊，你都无办法断烦恼。那么这就讲到定学啊。定是修行的枢纽，啊，就是。关键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拢是在讲修定的方法，文经不相同啊，迄、那个方法无同款啊，但是呢，目标是相同的啊。唔管你用到这种方法，拢是修定，唯有修定才会当断烦恼。啊、那么第三是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学法门是开智慧，啊，这是戒定慧三学。定立后教慧，啊，智慧是为定当中产生。啊，佛啊，
甲咱即个修学方法啊，咱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呼吁破疏地障，定呢破烦恼障。法门无量誓愿学，祖师大德甲初学的人，在无量法门内面呢，你只可以学一门啊。啊，为什么学一门呢？啊，无叫你一届学较济呢？目的是得定啦，你的心性定落来。目的就是断烦恼，得定就是先断烦恼。当你烦恼断了，那么智慧开了啊，你才去学一切法门啊。所以讲，伊是有一个次第，有站处，一站一站啊，啊，这个次第去学习啊。你若啊无得定以前啊，去修一切法门啊，愈修你心是愈乱啊。啊，俗话常常讲啊。知事多时烦恼多啊！啊，你知影愈多，捌愈多，你的梦想就多啊！可见的初学的人啊，袂使知影伤多代志啊，也袂使知影伤多经典啊，使你容易得定，定得到了，然后才可以去参学。实在讲，修学的榜样，现在董主在《华严经》上为咱表演出来了，注意爱知影。现在是表法的，伊毋是讲某一个人啦，先代表善根，有善根的人；财代表福德，有善根有福德的人，啊，都叫善财啦。那么善根福德啊，也是从三福修来啊。你若无修三福，你要哪有善根，哪有福德啊？就是这里面的条件，伊拢具备了啊。三福十一句，伊拢做到了。这个人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善财。那么现在董主以亲近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也是代表了啊，表道德学问最殊胜的。用现在话来讲，亲近善知识啊，善知识座下成就了戒定慧三学。三学里面最重要的是戒学甲定学，慧是根本地，根本地是破戒无地。心地清净，就像一面镜同款，如同止水，不起波浪。伊的心是定的，所以伊的心是明的。这是在老师麾下成就的。有了这个功夫，老师就甲放出去参学。参学是啥物？就在外面这个世界，和你广泛去接触。无论什么人拢可以接触，无论什么事拢可以接触啊，因为伊有定功，伊袂受外面境界污染啊，袂被外境动摇。接触外面境界是真是妄，是邪是正，是善是恶啊，伊拢清楚明了，成就了晓得地。晓得地就是无所不知，定慧圆满。就成就了，成佛了，所以末后佛道无上誓愿行，定慧达到圆满，就是菩提心的圆满。即大家讲发菩提心，也就是具体劝导咱爱发真实的四弘誓愿。为什么要成佛？为什么爱成佛？成佛则无需要人帮助，成佛则有能力。帮助别人，帮助顶格菩萨啊！你帮助救法界众生的愿，才真正圆满，这是发菩提心。
好，这集的时间到啊，那么咱就讲到这大家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咱下一集啊，再个继续啊，向大家来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